曾经以前看过的经历，是我听到的那个完全是，是票房这样子跟成本的差距，就据我所知，因为在国外的版权就卖得很好嘛，然后接下来也会陆续去一些电影节，然后应该就是快快正要朝打拼打拼的那个状态前进。曾经以前看过的经历，还是说听到的经历，那个完全是编出来的，那个完全就是看了 MeToo 的报道以后想象出来，那整场戏都是想象出来的。对，那场都是虚构的，就是在很有灵感的状况下，就是一口气就写了那些。那观众看完之后很关心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发生在身上？对，然后会觉得蛮奇妙，就很多人看完片会来就是摸摸我的肩膀说，就是加油，希望就是好吗？然后，但是我就会说我很好。比较暴露的这种事情过吗？我是还好哎。但的确就是会感觉到说，比如说看到有些人会穿得比较清凉，这样会整个平口露香肩啊或什么的。没有香肩。那样子几率比较高吗？被录取几率比较高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我只知道我都没被选上。差太多。后来就有自己有露了一下香肩，但是还是没有被选上啊。